《黑暗荣耀》热播，二人全载俊演员朴成勋在剧中的扮相撞脸李光洙，让网友们发现李光洙除了和演员撞脸，还跟排球选手金软锦像是龙凤胎一样相似，连身高也是不相上下。此前选秀节目选手也撞脸光洙，知名度一下就提升了不少，甚至还有人觉得光洙跟黑武士亚当崔佛也是兄弟脸，尤其是长发的造型根本复制贴上。也有人说光洙可以直接 cosplay 史内普，基本上就是马脸族谱的无限延伸，甚至还有网友po出金多美的照片，说有点像光洙，让粉丝爆笑表示，这个只有发型是一样的吧。硬要说像的话，金多美可以准备提高了，让网友们表示李光洙也跟太多人撞脸了吧，不愧是亚洲王子啊。